行，上帝派遣行。真奇妙，五日白底裤，大家讲耶稣。咱去参加这个感恩礼拜，上个大目标就是要讲耶稣。唔忙，咱五日拍拼做工，六日来讲耶稣。唔忙，咱进入教会的进度会愈来愈加添。他拄仔有简单的报告，梅牧师真少人熟悉。伫北部，咱熟悉马街牧师、吴伟林牧师；伫中部，咱熟悉陈大斌牧师。咱特别医生，咱伫南部有帮咱个医生、白克的牧师、伊个牧师，但是咱伫中部，咱真少人来认捌梅牧师，所以今日牧师真正欢喜，因为有一个因缘的关系，我阿祖潘永安传道，伫当时甲梅牧师伫大社教会来做同工，伫细汉时阵时常听到我的爸爸讲，时常爱跟医疗到台下。来参加梅牧师当时所设立台下长老教会，咱特别通过安尼关系，做牧师会真热爱来写梅牧师的传记。啊，伫1999年，牧师到苏格兰，到梅牧师的故乡来参观来读册时阵，才亲身体会。我坐飞机到遐有17点钟，梅牧师伫百几年前爱坐船两三个月。来到咱彰化这个地区，今日通过安尼，予我有较大的信心、勇气，毋忙将梅牧师的精神，咱继续来传承出来。但毋忙，他拄仔有一个报告，梅牧师有真好的贡献，熬写圣诗、熬写册、神学家，有真侪真侪好的模样。咱真毋忙，通过这个考验，予咱勇敢壮大来军队。耶稣基督的脚步。最后，牧师用一个短短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。有一个阿嬷，伊的囝在美国，伊毋忙去美国看伊的孙仔，无打算伊的囝带伊到迪士尼乐园坐这个营销火车。当伊坐营销火车的时阵，有真侪大学生伫迄个所在。这个阿嬷坐营销火车时阵，勇敢壮胆，伫坐时阵。阿嬷伫遐喊叫，伊讲冲啊冲啊！伫营销火车伫遐踅来踅去，伊伫遐勇敢讲，我冲冲冲！大学生大家紧张到要死，阿嬷为什么这勇敢壮胆？当阿嬷对营销火车落来时阵，大学生就甲采访讲：阿嬷，你为什么袂惊？为什么闭关？阿嬷安尼讲，惊到拢要闪尿啊！为啥袂惊？因为我去化官翁叫做冲啊，所以伊感觉袂惊。咱毋忙，梅牧师拍锣讲告，各所在传福音，就是一个勇敢壮大的精神。咱毋忙通过这个纪念礼拜，有咱每一位同工，每一位兄弟姊妹，大家会当勇敢壮大，伫街头各所在来宣扬福音。耶稣基督，予咱有五天做工，咱第五日来传福音。毋忙，每无所的精神，予咱勇敢壮大来福音，来讲传伫台中、彰化、南投地区。毋忙，每无所的精神，藏伫你的心内。毋忙，几条西瓜你会记哩？五日卖地库，六日讲耶稣，动动菜，动动菜，上帝捧个囝。但毋忙，每一位兄弟姊妹马上行动。毋忙，咱的教会因为摩摩师的精神，予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会记五日好好做工，六日来讲耶稣，予耶稣基督福音广传伫咱中部地区。毋忙，上帝阳光为咱所有在座兄弟姊妹，咱去使用高种阳光的上归的上帝。